我一样。穷家苦里人，谁也爱死。人生宽容，顺苦意。所感激上天所在，这样的姑娘来见过，但可是妖气冲天。穷家出名姑娘，再过无偌久的时间，性命也难违呀。方才以为不再吹旋，不再吹旋，定见你。身上一支乌里旗，为咱面前经过定见你。原来因怨恨犹在心。下这个必定风格我面对，这困求师来救伊，望你平安平顺利，好我平生保护伊，我请师来出气，请你请万事。不能大将在求伊，所以我天地为何不能大将你去解救出名姑娘？你可见地好表演，阴魂随身，其实点在伊的身后，但不过因为阴魂你不管。包括为需要卖用这罐子的书，刚刚被目睭见见，看出名姑娘被伊阴魂缠住，到时阵伊若是命数方转，那你是要如何是好？人算也不如天算，书你是待如上仙，应待人不能祸害人间之事。阴鬼手拿乌龙，大雄离去不远，这是天意注定，何故坑痛？这件大事以后不顺，搁再提起。为师今所愿，要往东外面云游四大菩萨。道理晓得了，你两位道理故事。上树上娘，师傅，你今仔日的行为非常的奇怪。哎，是哪里？虽然方才根基勇气冲天，我学大情救伊，苏唔肯，哪里咱也无灵啊？师父离开武当山，也无你我相人，到在外面受灾，可有受害？边关百姓所过生活，当然嘛好，师父无伫个，这就是咱两个人做主。师兄你讲，我嘛同意。哪里师妹带路啊？这边来去。Thank you.
心，所以你看，你看，凡间所过一生我，这是世人迷信呐，一男一女，你敢知是咧做啥物？一男一女，我看嘛耶。苏兄啊，我了解，迄一男一女，双人是夫妻。是啊，你看，凡间个人身世就不同样。因为咱过着伊想要过的生活，但可是咱比苦涩这么天长地久。敢讲你一点仔都袂想要下凡离去吗？苏兄啊，你哪安尼死讲？为什么要下凡离去？想着六道轮回的折磨，虽然伊凡间有男有女，会当结为夫妻，但不过有真爱就有苦天啊。是安尼啊？当然啊。那你是为你再滚了？滚什么？凡间跟咱天庭不相同，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伊能得有三万岁，不但如此，唔免受着天庭的苦诉。一男一女是夫妻，也生下一男半女来出世。敢讲这种的生活，你也无新鲜。新鲜有啥物好新鲜的？虽然伊会当传宗接代，但是。有子有子命，无子天注定啊！假使若是有生子，以后迄子呢会有效还是袂有效，咱也毋知影。啊，若是无子，以后岂毋是嘛是爱孤苦终生？但可是凡间的生活，你一点仔拢袂新鲜，也无啥下欢么？下欢，苏兄，你会了解，哪会当新鲜得多？毋免受到轮回之苦，应该见心修行，袂当新鲜。凡间百姓生活，咱应该放下贪嗔痴，苦修苦练。叫我的心中啊，心肝烦，一心一意袂下凡。附近，伊来试探你。既然你让我试探袂行，那我今仔日开门见山又袂得水。其实方才出名高流是我看过，我挂心求家第一英魂参珠，三万鸟兽风转。但是为心之人，哪能事事不管？今仔日我坚持要下凡的。好，苏兄。原来你拄只问我遐尼济话，一切原因就是拄只迄个查某囡仔人，使你动了凡心，想要下凡离去，解救伊的性命，也毋知你爱了解，似乎言语，咱拢应该爱谨记，伊有向你提起，不准下凡，加管隐私。你若是建议要如此行为，莫怪苏梅我对你不留情。干嘛呢？看卖你敢是我的对手？切看卖你在